17岁罗马尼亚天才泳手布波域治再创惊人纪录。继日前起，欧锦赛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改写世界新游之后，其后在200至决赛再下一城，以1分42.97秒刷新世青纪录，是自高科技鲨鱼衣被国际泳联禁用以来的最佳成绩。虽然未能打破，德国名将彼得文在2009年高科技鲨鱼装时代所缔造的1分42.00秒世界纪录，但仍然是继美国水神菲比斯之后成为第三位游入1分43秒关卡的泳手。更甚的是，这个是科技禁约鲨鱼泳衣被国际泳联禁用以来近13年最快时间。他在赛后坦言，当我询问比赛计划的时候，教练给了我唯一的建议，就是去做一些疯狂的事。我认为我现在所做的已经够疯狂了。